我也高超，没想到发际线也高了一分。哪里？您这么大老远来为了逗哏吗？哎，也不是，不是粉丝老师，我动作就那么两招嘛，我想说你学两招，这是什么？一二三四五，武功秘籍，武功秘籍。 那我要这个天竺龙剑，走，点，点，点，就这，也没什么难度嘛。